看看新闻网。说到经典呢，真的是很多经典在脑中是挥之不去的。比如说《古惑仔》，当年《古惑仔》中英俊潇洒的浩南哥呢，终于是霸气回归了。在新片《全力扣杀》的北京发布会现场呢，郑伊健是带着他破天荒的新造型亮相了。不过呢，还是长发，到底你能不能接受？像谁呢？咱们看一下再评价。墨镜加运动装的装扮，酷酷的浩南哥郑伊健真的是帅气不改啊。不过为了接演影片《全力扣杀》，这一次郑伊健可是改头换面变身犀利哥。这个是我平常的样子，你觉得我平常就是这个样子，在镜头里面没有把那个胡子剃走，所以才能这个样子。其实我平常就是这个样子，胡子拉碴的颓废样，难道这就是平时的郑伊健吗？小编光是想想就已经醉了。太太蒙嘉慧就没有帮着把把关吗？他觉得伊健从来没有这个样子，他希望可以有改变。我平常不是这个样子。那你老婆觉得你就是犀利哥的造型，就有胡子帅一点，还是没胡子帅？其实不是看外表。不过这位看似颓废的犀利哥在影片当中可绝对是身手不凡，球技了得。瞧这以一敌二，左右手开弓的架势，想必郑伊健平日里也是位运动健将吧。娱乐新天地北京采访报道。还是有郑伊健当年这个风范啊。